下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就是很紧张，嗯，因为我也是学佛学了快一两年了，嗯，就这肚子这一块老觉得不舒服，不知道很乱很乱，那感觉很奇怪，觉得整个人好像放松不了，嗯，经常进入这种状态，嗯，当时的原因就是好像自己走不出来，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了，嗯，走不出来。嗯，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有孩子吗？有。嗯，几个小？两个。是，你是身体的问题，不是佛法的问题。你身体有问题，你心脏心脉纠缠的，就是不是纠缠，你这还不是你心脏抽得很紧，就心脏，还不是你是头脑的心脏，嗯。我觉得有嗯，而且子宫整个腹，整个小腹，你说的这一块，整个这个脉抽的紧紧，神经系统全部紧紧的。嗯、就是很紧，放松不了，我心觉得很难受、嗯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两年有生过小孩吗？有过产，生过小孩吗？我留过一个小孩。嗯，当时紧张吗？很难受吗？当时不紧张，不难受。有点紧张、嗯、但是你的腹，这是整个在妇科这一块，整个这一块的气脉，这是一个很印记来的，印记并不是，这不是目前，现在只不过是初缘，但它有一个根本的印记，就是气脉就是往上抽，而且心拽得紧紧的，这个与女性的妇科一般，要不就是跟堕胎有关，要不就是跟性有关，对性的恐惧或者对堕胎的。紧张恐惧就这两个，生孩子的紧张会导致气脉紊乱，或者对性生活本身带着一种逃避心理，会导致你这个子宫整个这一块气脉紊乱，嗯，心里边有抗拒，我不愿意，抗拒，这个与佛法没关系，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就要注意调节的，嗯，只不过是你学佛法有时候静坐清静的时候这种现象更明显了，嗯，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中，就是每天吃喝拉撒睡，忙忙碌碌的，有些现象，身心的一些现象不太明显。嗯。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打坐的时候清静了，或者学佛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时候，觉得身体更难受了？其实他也难受，只是平时没察觉不到更深的内在的这种，神经系统的没放松啊，或者里边的障碍啊、气脉堵塞啊这些。是静下来才能察觉的，越静察觉的越明显。嗯，夫妻关系了，这边你要考虑一下是否调整一下。啊，如果说孩子没问题，那就是夫妻关系问题了。啊，你就要调整放松，就是不管就是说性生活也罢，跟夫妻在日常的交往交流中，慢慢的让自己放松，去自己内心去问自己到底排斥的是什么。或者问了，拒绝的没找到。那如果没有特别原因的话，这有个根本原因就是有个我在那儿，是吧？满反都是因你而起嘛，是吧？有一个我六根，认自己六根，六根十有，我说认自己六根，而且你活在你的分别执着，比如说你喜欢这个男的，那么他跟你在一起你就没那么紧张，你不喜欢你觉得这就是伤害或者是。或者是暴力，或者是你修行了，你很清净，觉得它会影响你道行，会影响你的清净，这反正任何一个认知都会导致你去排斥、拒绝，会抽紧、会烦躁、紧张都有可能啊、或者身体的不适啊，觉得他不够体谅你啊，这种放松有时候是需要宽容的，哎，宽容慈悲啊，或者是空性的正直觉，加上就是你坐在一个很菩萨的角度。然后去看你面对的每一个人，你的孩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亲人，所有他们带给你的到底是伤害吗？他们真能伤到你吗？你不是不够强大，是你认为他们可以伤到你，你认为自己弱小。佛说我们的心是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无敌的，因为我们是空性啊。其他人众生没有听到这个见地，如果你听到了，虽然我们对空性。还了解不多，这个空性到底是个什么？又不是个虚空，虚空是什么也干不了的。这个空性是色空不二，又能起妙用的，是吧？那空性到底是？而且第一，我们不太了解这个，因为不太了解，所以我们没有力量，感觉到没有那种就像大菩萨那种无畏呀、无畏力呀。但是这个芥蒂也让自己能够不断的反省，是有个我在这儿，然后不断的在
佛说忍辱，不管我们是忍辱还是慈悲，没有可忍的事，没有可忍的人，也没有伤害你的人。这种芥蒂不断的去拿这样的芥蒂武装自己。还有就是祈请佛菩萨的加持，就是祈请诸佛菩萨对你的加持，因为我们毕竟有时候没力量，脆弱嘛。还有祈请龙天护法的加持啊，别忘了求，是吧？求龙天护法，求佛菩萨跟自己加持，怪你让自己具备力量，然后去发愿。还有第一是祈求他们的加持，第二呢是发大愿，我要成就无上正等觉，我要成佛去度脱所有像我这样苦难的众生，是吧？众生都很弱小，有时候还很无力啊，很无奈，面对这个世界的伤害，或者是真的很无奈，有时候活的。所以我们就会说，我发愿，我要成道了，去帮助他们，给予他们力量啊，给予他们智慧，就是说祈请跟发愿同时来，你慢慢你会浑身充满力量的。这个时候你就有力量去放松。我们如果跟这个世界抗衡的话，我们会伤痕累累的，你知道，就算你足够强大足够坚强，你也会被穿几百个洞出来。嗯，不需要抗衡，不需要抗衡，但也不是无奈的接受和妥协，或者是脆弱的就怎么样，无奈的接受，也不是接受，也不是说妥协，就也不是说怎么样，就是用智慧去武装自己啊，用尤其佛的智慧，嗯，你就不受伤，嗯，你既不抗衡，不迎不拒，很多事，嗯，但也不是清高，很多事与佛的，就像你看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佛说你抗衡不了或者接受不了东西，观他无梦幻泡影，因为我空嘛，他也空。毕竟空，毕竟空无，就是说万法毕竟是空相啊，在佛学里边，所以他对我们的伤害就像梦里边一个噩梦。但是你要不要做这个噩梦，随着你的修正，你有选择的，你可以擦肩而过个这个噩梦，嗯，可以把噩梦降低到最小，就是没那么恶，是吧？伤害的程度由你的心来决定。有的人别人一句话可以受伤受到骨头里，觉得哎呀不行，我承受不了，他怎么这么恶毒呢？有的人就在耳边呜呜过去了，就像一个插着耳边就过去了，我没听见，你重说一遍，是吧？就是你看你自己的承受力啊，还有对，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还有你活着，你我们是否真的够独立？其实我们不需要坚强，我觉得独立就很强大。空性是不依赖任何东西存在的，佛的空性啊，我们是本性是空性，那空性所以佛最强大，佛证悟空性以后，强大到无人能够，就是说天魔外道根本连他个毫毛都碰不着，因为他毕竟空，你能碰到啥呢？所以他是最强大的。那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管做女人做男人，首先是独立，不依赖不依恋。有时候依赖是我觉得必须靠别人来生存，或者是靠别人来去满足我的名利情。依恋是我觉得离了他我受不了，活不下去，对情感的依恋，知道吧？恋嘛。所以这两点都让你会胆变得脆弱，知道吧？嗯，你可以的，因为你来的时候，你从妈妈肚爬出来的时候就一个，你也没准备依赖谁活，是吧？父母给你把你养大，倒是其实靠我们自己可以的啊。因为不管怎么，佛说这个世界有时候确实从生老病死讲是个苦海，既然是苦海了，我还怕啥？是吧？幸福真的太短暂了，我都苦海了，我还不敢一个人活着的，是吧？我有什么可以依赖的？情感的年龄啊，牵绊啊，啊，还有这种想觉得自己要达成某种，就要必须低头，还要必须去委曲求全，这些都不需要。不就一个人走这几十年，几上最多一百年是吧？一百年我们现在都过了一半了，剩下也就一半了，是吧？好好算计一下，凭我们现在的聪明才智，怎么也能走完，是吧？要什么要什么，怕什么呢？嗯，在生活里，在心性上拿佛的智慧武装自己，只要坚持，你不断的去闻思，不断的用佛的直接来去武装自己，这个我把这个叫做系统，就像个电脑系统，看你发什么指令了，哎，然后不断的修才定，因为定下来的时候，你才能知道，当你安住在一个定的过程状态的时候，说。就是六根很清净，就是一个定的状态会导致，就是说你说那个是梦幻泡影，它真的能梦幻泡影，
如果你很散乱，自己昏头昏脑，你说那是梦幻泡影，这是白说，啥用也没有，是吧？那就是一个概念，起不了作用，对吗？嗯，所以坚持修禅定，嗯，一定会受益的啊。还有你这种心，这儿紧张，这儿紧张，神经抽着。目前虽然没有心脏病，你这样快速心脏病会早搏啊，会出现早搏啊，心率不齐啊，这些症状会出现了啊。现在就是说你这个适当的也可以站站桩啊，打打拳啊，放跳跳舞啊，就是通过一些轻舒缓的运动来帮助自己放松神经系统，拉拉筋啊，哎，或者颤抖一下，这就是唱歌跳舞。实在不行，广场舞也行，去跟着音乐。是吧？我不想动，也不想说话，很奇怪。你在抗衡，知道吧？说明你这个，如果你不想说话，你一定是在抗衡某种行为。就是我不想有这种感觉，抗衡。对对，是的，抗衡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，嗯，情欲啊、情感这方面的，嗯，嗯，跳舞去吧。跳舞唱歌，每天家里放开音乐在那跳，一个人反正跳不好也没人看，唱唱歌跳跳舞，哎，直接让自己放松。你说光坐在那儿说放松放松放松，真能放松。哎，跳舞的陶醉在舞蹈里面，陶醉在歌声里面，陶醉在自我治愈里面，你就放松。嗯，然后不要可怜自己，不要自怜，不要觉得你是个受害者啊，不要觉得哎呀我怎么我被伤害了，怎么我们从来强大到不能没有人伤害我。要自己鼓励自己，我自强自立啊！但是你这神经系统的吃药也效果不那么明显。吃药根本就没用。需要你自己。调节。但是按摩脊柱会有起点作用，就是让他们按摩你的背，会中枢神经这块会缓解。但是你心纠结了，谁能让你心放松啊？心这块紧张没关系，这肚子这里纠结。还有一点能放松，就是在爱之中。就是在恋爱之中，但是你结婚了嘛，跟老公重新恋爱呗，是吧？去回想那处热烈的感觉，或者在很温暖的和爱之中，你可以放松，还有有时候可以做点超度，比如你堕过胎的话，会给堕胎孩子做个超度，嗯，都会有助于你啊，因为都是信息嘛，嗯，不要怕，生生世世都是个梦，这一世也是，上一世也是上，不要怕。嗯，鼓励自己哦。有时候伤害了自己脆弱和恐惧了。就是之前没学到，是太脆弱了。嗯，有时候脆弱是来自于你天性里边的一些东西。嗯，因为你主动性不够强，被动的很多事情都是被动的。嗯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你觉得被动的，要么忍耐，要么接受。好像自己主动性不强，不敢说是不是，哎，行不行、嗯？或者主动的去争取你想要的，拒绝你不要的。你这一点就缺失，所以觉得好多事情觉得脆弱而无奈，所以就变成这样。嗯，唱歌吧，一个人，我觉得唱唱歌、跳跳舞会好一点。然后或者是练练太极啊，站站桩，站桩也对你有帮助，那个子宫的气。嗯。我就是害怕我快着魔。你不会着魔的，但是你会得心脏病。我也不想得心脏病。目前没有，所以放松一下就行了。嗯、哦，不用怕。嗯、哦，你看你现在学佛，佛菩萨每天跟你在一起啊，不用担心了。